MVP 蜘蛛，听起来原来是阿牛又离谱了。怎么了？他鼻子看着他，鼻梗感觉好吓到我。他想说蜘蛛要不要下来？哎，下来，哎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没有，不要，哎哎，为什么？阿碧，阿碧，阿碧，不要打他，不要，我们要，喊他，为什么要玩蜘蛛？咬他，完了，不能命名了，不。差点一笔成功，金苹果好多，我也要金苹果啦。他还有绿宝石，不，绿宝石之神。哎，他追超远的哎，说挖到七颗绿宝石，我就可以烧我的队友，然后就真的有第七颗，我就把那个风尘尘封烧了。嗯，结果才刚烧完，然后那毒啾啾就开始咬我，然后我跑这么远，他追超远呢、欸，死命追、欸，追超远，是神不是我啊，是风尘尘封啊，不要咬我、啊，吸苹果吗？不是我还在吸啊，还在吸。面对毒蜘蛛的攻击，你竟然还背对着他挖洞，我没看到啊。我很因为我刚刚就很开心啊，我就是哇，七颗烧的好爽。然后就死，然后报应就来了，然后报应就来了。没有想说蜘蛛可以追这么远吧？好远哦，超远！哇，这里好多毒蜘蛛哦，好猛哦！没关系啊，刚刚也有个，也有人被咬到过。有人，我再也不要信仰绿宝石之神。然后怎么按到截图哦？他是邪教。F 二，继续头盔洋洋。洋洋超可怜，对啊，哎，米菲，你联络得到他吗？一个队友，看来真的是一个队友，就是再也不回来了。巧克力，怎么了？你联络得到米菲吗？他断线回不来了。应该是他回来也没救了，他在边界外了。我也觉得他会没救了。也是啦，好吧。嗯。而且米菲从头到尾就是因为有可以帮他，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没有。对啊，瞬间。哦。哎、欸，阿比在干嘛？阿比什么？蜘蛛？哎、欸，阿比要毒蜘蛛？哇！神明生气了，神明生气了，绿宝石之神生气了，好生气哦！绿宝石是不是在他身上？赶快！好像是，好像是，快扔掉！绿宝石诅咒，绿宝石的诅咒啊！加快丢掉！哎，你们附近好多绿宝石，要小心。等下，这个毒蜘蛛已经真的好多。你们这附近很多绿宝石，小心。好惨。对啊，你们这气场就很不对了，所以你们要小心，真的。危险啊，阿米，那是邪神啊！从上面升起来。没有哎，没有哎，尘封那边。所以绿宝石之神是风尘尘封造出来的。哦，他的鼻子我就被反制了，难怪他现在还想把阿米弄掉。哇哦！哇塞！绿宝石魔神啊！难怪他刚刚最后找到第七颗，他要我自己去挖。他知道谁拥有，谁就会有诅咒。哇塞！哇，女儿，他瞬间吃掉你大部分金币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。阿比要小心，阿比现在又有那个毒啾啾的阴影了。阴影女王，说不定他会像鬼鬼一样，之后被鬼爸炸死。你等一下，这个好坏哦，比较可怕。哦，打雷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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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气了！生气了！哦绿宝石被挖钱，他不爽了，然后挖了，不爽了，不爽，要放回去啊！对啊，为什么会有命名牌啊？啊，箱子拿到了，史莱姆哎。哪里？泱泱这里，不，对不起，远远这里。远远在哪？那个米菲是家里网络断了，他没办法。哦，史莱姆，史莱姆。哦，这打雷。旁边，看一下附近。这是走。哦，他们把绿宝石丢掉了。有点怕发生。他们把绿宝石丢掉了。他们把它丢掉了。完了。然后封起来了。丢掉。哎，雷霆哎，雷霆了，雷霆了！哇，雷霆哇哇，好灵哦！哇，好灵验哦！太灵验了！丢掉雷霆了，封起来！好灵验，好灵验，超灵验的，好灵验，好灵验！哇，绿宝石好可怕！还是他们其他人身上也有？看一下战斗残存的小蜜蜂人在干嘛？
我以后再也不敢捡绿宝石了。好像在往阿比那边欸，之前一直没收集到七颗，原来是那么可怕的事情。你不知道这是七龙吗？对啊，我抓绿宝石之神啊，在玩岩浆哦。对啊，他在玩岩浆哦，越补越宽，越弄越多。对啊，越弄越宽，不去了啦。这好笑，干嘛？原本没有那么大柱的，他把队友的衣服也丢掉了，是不是闪闪的衣服？对啊，可恶，可恶，丢掉呢？没有，说不定他其实是换穿你的，有没有？哦，有可能哦。哦，你永远与他同在，闪过他自己的丢掉了，前面去吸一下，迟早再回来。嗯。他需要建材了，干嘛一直进进出出啊？他在干嘛、啊？他需要建材了啊！啊没到到，他在玩水啊！他在玩岩浆，你看，你看，又下来，又下来，又下来了。他从刚刚什么？他从刚刚就一直这样子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好了，干嘛？你干嘛？把他围住比较快。哎呦，神逻辑，神逻辑。哎呦呀，越赌越大哦！会不会不小心掉到岩浆里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可惜可惜，这里可以倒水了。把他推下去，把他推下去。吹他。可以到了，可以到了，哎、欸，吹到，吹到，吹到！岩浆，岩浆，岩浆！哎呀，哎呀，可惜，哎，啊，我、啊哦、不来了，可恶，没了，你不行，可惜，可惜，哇，要玩岩浆，我觉得都可以来一届，可以掉人干扰活着的人。哎、欸，泱泱附近完全没人哎、欸，什么泱泱完全没人？附近超安逸的哎、欸。哦，你说他旁边附近有啦，谁？方圆百里附近回哦，有，在他正前方。对，哦、有个洞啊，这不是杨总对？哦，就阿比阿比你们那一队，对啊，还很远呐、啊，哎呀，很远啊，然后要被压嘞，我、哦、没有他界内，他这边是界内，刚好压底线，可是他等一下就界外了，还不走吗？对啊，他有可能看到那个 ID 啦，所以就躲在这，嗯。不是，可是他前面这个路是他在很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堵的、欸，哎，对啊，哎、欸，他是预知吗？他超早在堵路，他看超早就在堵路了。哇，预知很有，哇，一闪而过，他很怕。没错，他应该是有看到啊。说不定，说不定姚现在后面安慰他了。绿队都是附魔的。嗯，你现在假设那个样心理学。好可怕啊！这里附近有人，哇！我快点回来！假设现在在健身，米菲，你怎么不回来？那我让他绝望一下好了。打字跟他讲，米菲断线，回不来了，家里断线了。米菲断了、嗯，他有可能是帮那个啦。米菲最后的地方有没有？嗯，守在那边，他离线的地方，很多网络爱情故事都是这样子。哇，回不来了，等待反正应该网婆最后一次上线的地方。要坚强，他活在我们的心里，泱泱，你自由了。你要加油，打给莱斯特。咯叽咯叽咯。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打咕叽咕叽，他就笑很开心。对啊，很好戳那种。嗯。哦，灰队在过去也看得到那个、欸。什么时候断？他好早之前就断了，是不是？他很早就断，很早就断了。跟绿宝石无关啊，大家、啊。不是不是，绿宝石发生的事啊。哦，挖到钻石、欸，灰队挖到钻，头位钻石哦，阿比你们挖到钻了是不是？哎、欸啊，等下又打雷哦，等下又打雷，有钻了，有钻了，有钻了，钻了，很多很多，四颗够了，应该够了，可以付了。哦哦哦，其他的资源都有，嗯，相信他们没问题。啊，满了。身上满了，他们身上都一堆垃圾，还一直在那边拿木镐。哎，对啊，铁镐爆了，他们就拿木镐。你看这边还石斧，嗯，团那很多铁那个石镐，哎，石镐都是我做的，我也有做一些，神经病哦，节省资源嘛，铁、啊、资源比较少呢、欸，哪有啊？
眼睛超多啊！我们还没烧完就被你们杀掉了。对啊，一组半呢，好痛，早点烧，一直留在身上。啊，你们就想看完之后去烧的时候，就你们就来了，贪心，贪心。那周宇豆，你开始有看到那个繁星矿洞铁还没挖开？有啊有啊，我有看到你们。对啊，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说奇怪，那明明地图那么大，一开始就遇到了村庄，都不 对，这次真的可以下村庄没东西。我们一开始就附我在村庄旁边，想说、哦、哇，省点省点啊，什么都没有。那时候是摇啦，连书都没有。你在摇在那边犹豫说，我要不冲，要不冲，冲。可是我好怕等下死掉，可是我要不冲，要冲。然后他们一直前后前后前后，然后结果最后他第一个死掉。啊、好了，我们两个到了之后一起冲过去的时候，你们人已经不见了。对啊，对啊。我说两个妹子还是先走远了，可恶，地图也那么大，先跑先跑。汪汪养狗狗了哎、欸，阿比这边再往前一点就是 Jerry 他们了，对啊，有小雨挖到绿宝石了，哦，他完了，他吸起来了，哦，完了，那说不定才第一颗而已啊，嗯，搞不好他可以驾驭得住那个绿宝石的诅咒之力。啊，我也是拿到第七颗才出事，哎、欸，说不定他能驾驭，还是。有甜头的，嗯，啊，就算再拿到也没有用啊！现在身上没有金苹果，哎呦，哎呦，他会驾驭哇，还不错哎、欸，他会驾驭岩浆之神，对，万万有可能遇到了哎、欸，他没有驾驭成功，他一直在玩，他还在废矿附近，哎，直直的挖，他隔壁就是那个嘞，嗯，会对得动哎、欸，对啊。就应该挖不到啦，当然，但怕被看到啊，还蛮远的，最怕。关键应该看下一圈中心点会在哪，因为每次中心点都歪很远。对啊、嗯，这次好棒哦，这样很刺激啊，要一直跑圈，跑来跑去。哦，我们是，就是我跟哈基其实是在很远的地方，那我们先冲到地表之后，在中心往下挖才遇到你们的。可恶。嗯。可恶。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啊？对啊，我们下次应该要换个想法了。所以你们也是先冲到地表往下挖？我们是你说我们吗？对啊，我们是快要中心，想说要传承他们啊，对，然后就先下去了。哎呀，还有小雨开始附魔了。嗯，哎呦，小雨哇，哎呦，最终大魔王哇！你看看，前面一开始收集绿宝石都会有运气好，有没有？就是开始附魔，你就觉得哇，绿宝石带来福气，福气。对，那他等下就会看到绿宝石就很开心，一直挖了。你看杨现在多惨，他一开始就挖了很多绿宝石，你看他现在多惨。他为什么要一直待在这里不动啊？不知道啊，他还在等啊，他把自己一直关自己耶。他不行了，该不会真的？他说他不行了，是真的不行了。他是有自闭还是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是真的不行了，他是真的不行完了，他越赌越多了。他是在当恐怖游戏在玩，是不是？只能可以给活人打气吗？视野距离直接调二。哇，铁吗？他很慌，他超慌的。他从我们开始到现在就一直在慌乱的慌。加油！他把赌起来。你肩膀很重，这真是赌到这样极格。他该不会想捕沙子吧？他在干嘛？哎、欸，有人受伤，受伤，是摔倒吧？他该不会？哦，杜宇，没事没事。他这时候把沙子从头上补下就掉了，真的。哦，有杜宇，他可以不会掉，他下面有个火把。可恶，打掉火把。变真正的恐怖游戏，你在干嘛？我们去关怀他，他没有想不开。他说他有战略，还有战略。哎呦，边界吗？边界，但只是要等很久而已。啊，他想渔翁得利是不是？对。哎呦，殊不知他在安全区外。哎、欸，他扒光了。应该不会怕了吧？至少没怪了，好不好？看到挖这边对吗？挖错地方，你是不是挖错了？挖错边了。你确定这是他的战略吗？你这是挖边界啊，对吧？你看他没有想要直接跳下去，对不对？他如果想不开，直接就跳了。他怕烫吧？他怕烫。
他只是想要一点温暖。这你到底在干嘛？在干嘛？来来干嘛？啊？在跑步机哦。他还对那个坐标吧？哦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就我进去第一句话，听到他这边讲棒棒糖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怎么多一个人？我在想下一次问他说：“你到底在干嘛？”那他真的过得很好。看到灰队吗？他过得好。秋风，你旁边有绿宝石，他不挖，他知道绿宝石不能挖。他知道。哇塞！哇，很强哦，紫色屁孩队哦。哎呦，紫色屁孩队拿到自己的 main 色。所以为什么那么多框框啊？哎、欸，哦，因为你们也在发光，都在旁边看。对啊，这风格很有希望哦。